这里啊，这个，按这个启动，你就电一个，你的电都电，你这咱位置大概是六点几年。启动了以后，你看啊，点这个启动状态就开始加热，然后调温度，如果温度是在这地方调，调到135度，胶筒的温度，胶管调到125度，120。这个温度是根据胶的性能来调的，然后到了温度以后，变频器就会亮灯，就可以使用。好了，有风了啊！就这样放着就行了。输送，这是预热，这是后面除尘，这是这个发暖气缸。刚开始用的时候要把这个排胶电磁阀打开，除胶开关打开，然后这个摇开往外面排胶，这东西摇开，这个是膜的宽度有多宽设多少数，这是输送速度，这是每平方涂多少胶，这是刹车，这地方的刹车